欢迎回来 Rock 频道，很多人催更的一期关于胡服工业最新的算是夏季的更新吧，针对他们这次更新呢，会有一些配件，然后一些小玩意，几款旧包的新配色以及一款新的小包。 OK， 我们先把一些功能上没有更新，那只是配色更新的几个款式大概带过一下。品牌的老粉丝可能之前有印象，他们有推出一个限量的配色叫做洪水银，黑色迷彩的，然后那个迷彩它是有专利授权，是 Multicap 这个公司授权的一个迷彩图案。那么当时由于做成限量的原因，可能很多人喜欢但是买不到。那么这次呢，其实经过整个上半年的疫情的影响啊，整个生产线包括一些供应链匹配上的问题呢，其实蛮多的东西都耽搁了，但是也算另一个角度看呢，多了很多时间来准备这一次的发售。所以这一次他们把之前的这个 MCBK 的迷彩图案呢，做成了一个常规款式，没有限量了，但是这个颜色就只在他们自己本店发售，不会在其他代理店买到啊。然后把这个颜色更新到了之前过往发售过的两个包款上面，首先就是这一个酸雨。关于酸雨的影片呢，大家可以看这里，功能性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之前讲过了，就看一下更新迷彩之后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包括激光切割的 Molly 面板也是做了迷彩图案的更新，这迷彩图案呢其实它是随机分布，所以你每一只包的装配之后的效果长得不会太一样，算是有一点点 one for one 的感觉吧。反面包括是肩带什么都是一样的，这个版本就多了这个红色的直脉，然后这一次它这所有的MCBK 包括有这个红色标的这个系列就叫戒备系列了。还有一个更新的这个配色的就是副作用第二代。关于这个包影片呢，大家可以往前翻，我之前有讲过就不重复了，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视觉效果以及它上身的状态啊。那么这一次副作用二这一个版本呢，跟其他更新的这个 MCBK 迷彩的包款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面料是 XPAC，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两个标的，XPAC 公司的标以及 Multicam 公司的标，正版授权才会有的。那么如果你比较在意防水性，在意这个包硬挺度，然后你也有一些战术方面的搭配需求呢，我觉得这一款是比较适合，就没那么多城市化。 OK， 那是过往两款包更新的新配色，就算一个小更新吧。那还有一个比较多人期待的就是这一次全新发布的一个包款了，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夏日轻量便携的包款，它们名字叫做狼欢。 OK， 包款颜值是这样子，这次出了蛮多新配色的，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一下，我觉得这款包还是挺讨人喜欢的。那官方说它是蜜环的升级版，你觉得有相似的地方吗？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包括整个生产链啊，什么设计语言啊，然后一些配件的匹配都已经迭代了很多次，所以这一个包我觉得其实定位上相似吧，但是其实设计语言上有很大的区别了。 OK， 我手里这个也是新颜色，这一次灰色的 Cordura，但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蝶影绿的 XPAC 啊，这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选择，这是我自己做了一些小改动之后的样子。这款包他们这一次呢就没有做很多自定义背负的状态了，这个肩带变成是一个固定不能拆卸的状态，然后是支持三点背负，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骑行包背后面，然后你也可以当胸包，甚至可以当腰包。腰包是个我不太会去选择这样使用的状态啊。那么整个包的尺寸大概是长36，高度是17，然后它的厚度呢大概是7。整个包容积呢大约是2升，它是有扩容的，就底下可以打开一个宽度。当你没有那么多东西装的时候，你就把它合起来，它整个包的视觉状态看起来会更加帅一点。官方管这个形状叫饺子形，像个尖角多一点。那么其实我也没有比你们早很多天拿到这款包啊，其实差不多跟发售时间一样。这两天呢，我抓紧体验了一下，针对我自己使用了一小段时间之后的一些感想，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首先，狼欢这款包呢，它主打的还是一个轻量化，夏日背负呢不需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可能携带的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它容积限定在2升左右啊，给你就是一个出门逛街的小包。今年夏天确实特别热，讲真，我个人的习惯，我不会在这种天气穿一个非常多口袋的衣服，然后
不背包出门，就不管是衣服还是裤子，我都不想装太多东西了，走起路来真的是太辛苦。那我可能会选择背一款包，但我又不希望装太多东西在一款包里面，除非你是一开车出行，那无所谓，另当别论。就是日常出门的话呢，能少带东西就少带东西，能轻就轻，这是我觉得比较适合这种炎热夏天的一个方案了。那应运而生的这款包就是有一个契合这种状态的使用方式。别看它好像只有两升啊，但是我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个机器加镜头，一整组可以放进去，还可以塞点别的配件。就其实它对于一个几小时出门的通勤来讲是完全足够的了。当然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要塞特别东西在包里面，可能这一个容量不太适合你，你选回之前那些别的包就好了。还是要看你自己日常出门的习惯是不是适合这个容量。服务工业现在产品线分类比较细了，你可以在很多档次容量的等级上都有自己的选择。那么同时也为了契合轻量化这个卖点呢，这款包没有做太多的可以做外挂负载的一些配备，比如说少了很多墨铝织带，然后毛面呢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配备，然后有一些直插带，很简单啊，前后各有一个拉链口袋，然后里面也是一个简单的毛面和全尺寸的拉链带，可以让你在不外挂任何小腹包情况下也能有足够的收纳整理的空间。自己日常使用下来，就这几天来讲确实是够用的。如果你的私人物品可能像电源这种你自己常用的那个尺寸是比较大的，那你就再扩容一下好了，说不定扩容之后你还能再放点其他东西进去。日常的贴身的私人物品来说，这个小包是完全够用，就是在不挂载任何腹包情况下，并且它还有很多快速访问的空间。那顶面的毛面呢，我贴了一个他们之前的内模块系统，放一个充电线，这样子充电的时候也比较方便，那线材也不会甩来甩去。拉链呢是双头拉链的，就你想往哪个方向开都可以。然后他们的背负呢是左右对称，三点背负的话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左右肩使用习惯去改就好了，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定啊，还是尽量能契合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那么现在我自己改的这个状态大概就这样子了。它这两个压缩带原身是斜着拉到侧面，就给你去收紧或者是扩宽这个包的厚度了。当我把它放到底下，就是外挂一些可能是临时不穿的衬衣外套啊，或者是一把小折叠伞什么之类的，是我比较喜欢的状态了。然后这个扩容呢，我就拉开没有再管它，因为 XPEC 的面料本身就足够硬挺了，所以我拉不拉起来这个扩容我觉得视觉上影响不大。如果你是选择 Cordura 版本的话呢，你追求视觉效果好看，平时没有再装东西的话就把它拉起来，我觉得看起来会比较和谐，整个线条感觉会比较凌厉一点。那么这款包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夏天我其实很适合拿它去踩单车的时候当一个小的骑行包，因为它是有三点背负的，那我就真的这样去做了，我就拿它去骑行试了几次。我发现了几个问题，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也有计划说拿一款这样的小包当做你日常骑行出门通勤的包的话呢，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他们这一次把肩带固定的这一个织带换成了没有弹力的，像之前呢都会是用这种有弹性的橡筋，余下的部分做一个收纳，这次用了就是普通的织带没有弹力。然后这个织带上你就可以直接把三点背负的这一边挂上去，不需要额外装肩垫也可以，三点背负就直接这样子用。但是这样子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骑着骑着车，我想拿一瓶水喝，就放我包里的水，或者是拿一下手机或者干嘛的话，把它挪到前面来拿完我再背回后边去，这个油环由于它是滑动的，它会跟着你甩包的这个动作溜到后面去，就你每次把包一甩，然后我再想扣这一个背带呢找不到了，我要手动把它从后面拉到前面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小问题。虽然不严重啊，但是在骑行过程中你就难免要停下来整理它，这个其实是挺烦人的。第二点就是我骑完回到家一身大汗， XPEC 版本没那么吸汗，整个包身的话倒是无所谓，清不清洁都 OK， 可能擦擦就好了。但是这整个背带它是直带，它就贴到我身上，整个就浸透了，但是呢它是不可拆卸的状态，所以你一身大汗之后，你要把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把这个背带连的包一起放到洗手池去清洁这个背带，再把它挂起来，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确实不方便。如果你真的要主力当它是个骑行包的话，那么解决方案呢当然也很简单，换这条肩垫上去就好了。这肩垫呢其实之前不作用的包，就是他们的配件都通用嘛，所以我也不需要额外另购了。装了肩垫之后呢，其实这个三点背负的吊环还是刚刚那一个吊环，我并没有把它装在肩垫上，因为我肩垫还装了这个。那么这样子装上肩垫之后呢，不管你往前还是往后，你怎么样去甩，它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因为它被肩垫顶住了。
随时随地就可以把三点大扣上，这样不会滑，很方便。并且就我个人的手机尺寸来讲， iPhone 13的 mini 我就可以直接怼进这一个弹匣包，也不需要从后面再去拿我的手机，这样我后面可以放瓶可能容量更大一点的水啊，出门就好一点。对，我车上没有装水杯架，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三点背带的位置是固定的，同时我哪怕浸湿了整个背带，我只要把这个肩垫拆下来之后单独清洗这个肩垫就好了，这样子整个回家之后整理的流程也大大缩短了，并且也延长了这款包的一个使用寿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当主力骑行包的话，配一个肩垫能解决我上面说的很多问题，这个成本花的不会特别大，因为它配件都很通用，如果你后续再有其他包款能使用上的话，那其实更好嘛。 OK， 那么这是我真的去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给大家一些反馈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这样去做的话，希望对你有点帮助。那如果你只是拿它当一个轻量化日常出门逛街的小包无所谓，肩不肩垫的没什么关系，容量的话看你自己使用习惯。我这里试了两次不同的这种极限操作方案，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把这个相机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不是摄影工作为主，可能是文字工作为主或者是别的图形工作的话，像我这种 iPad mini 的话可以整台塞进去，然后再加一些别的可能移动电源啊，或者是笔啊，或者是线材或者乱七八糟一些小东西也没有问题，就是完全够用的。可能你的使用场景都不是我举例的这两个场景的话呢，那你也可能要详询他们客服看一下了，或者说你自己买一个试试吧。其实我觉得它这次定价不算特别贵，包括限量版可能或者说是特别面料版本呢，就比普通款贵100块，我觉得是 OK 的。狼欢这一次呢，就看起来好像后面也有一排 Moly， 但是它并没有很支持 HMS 系统，魔改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它本来的肩带不可拆卸，而且其实它已经很好用了，并且这么小的包你装那么大条纸袋好像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我多说一句，这一个迷彩配色的版本呢，三点背带的搭配也是迷彩的，就很好看。不过这个纸袋呢相比于其他那几款要软一些，就感觉它好像棉的成分会多，手感上是这样子了。他们新更新的戒备这个系列呢，整个系列视觉语言都做了一次全面的升级啊，然后你可以看到有湿气章、支脉啊、吊挂这种，然后还有里面这些洗标等等，就他们这次更新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不再说像以前好像只是一个单纯的一家做包一家做包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想说帮整个品牌的生命线产品线做再完整一点，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一次他们的生活化品牌副线 AA6 呢，推出了四个尺寸的小副包，长这个样子啊，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挺灵活挺好玩的，他们想区别于之前那种太过于机能或战术化的品牌形象，出一些比较好玩的小包包，你可以当做副包使用，你可以当一个单独的包使用，这一整套叫多米诺，四个不同尺寸然后不同形状的小包，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或者说搭配使用，所有的包表面基本上都是覆盖了一整个毛面，除了他们自己的小章之外还有一个直插的大口袋，如果你要直插的话你就直接是在 Gear 的拉环来快取也没问题，而像我这样的就贴他们这支新的湿气章做一个小装饰的感觉啊，就像一个灵活的小包，像这种小包呢你可以把它外挂在你的大包上使用也行，或者说我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一个包中包。现在大家生活都比较好了，或者说是比较注重个人出门装备的搭配选择，包款可能不止一个，但是里面的东西尤其是一些私人物品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用这种尺寸合适的小包，然后里面呢收纳整理的格子都已经帮你配好了，包括一些相机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小配件是固定的，比如说我的耳机，我的一些可能是门禁卡呀，可能是硬盘啊，可能是数据线或者是电源或者是别的一些有的没的，那都是固定的东西，但我又想换一个包的话呢，我就一个小包直接从这个包拿出来丢去那个包，这样永远也不会说出门结果忘了带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就忘记带内存卡出门，还好我的卡基本上都会放在钱包里固定的位置，记得我带钱包的话呢基本上也不会说出门忘记带卡。小包款呢它其实都做了前后足够的缓冲垫，所以你要放一些你很爱惜的耳机啊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用太担心它有撞击的风险，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贴心的了。那么这是看大家自己的使用习惯了，如果你要外挂的话呢也要建议你搭配他们这一次出的好几套不同颜色的视觉语言的这一个小的湿气章，都是这种 mini size， 我觉得很可爱，这个 mini size 是比较适合我觉得在各种不同的毛面上去装饰使用的，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包款呢其实就是如果是出厂状态的话千篇一律都长得一样，我这两年确实遇到的还蛮多的出门很容易能看到虎符的包款，或者是这一类型的这种军事机能化的接包，可以这样理解吧，所以说你自己可以有点装饰算是一个比较
好的个性化方案了。他们这次提供的颜色和图案选择真的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你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好了。他们还更新了两个配色的这种快取扣，一个这种灰绿色，有点像 Xpack 这个叠影绿的效果，所以我就这样配了。另外就是这个荧光黄还是荧光绿，两个颜色这个快材扣我觉得挺好看的，算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小配件，哪怕你没有再用他们的包款呢，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装在大部分模拟磁带上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个配件也是我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要安利给大家，就是这一个折叠托盘，快速收纳托盘。除了常规的军绿色和纯黑色之外呢，连迷彩配色也有，我觉得迷彩配色也挺帅很好看的。但迷彩配色呢，由于它是定制的图案，然后两侧做了这一次视觉语言的印刷，所以可以贴魔术贴士气章的位置，就只有正面这边。然后如果你是买常规款的话，它是有一二三三片的毛面，你就可以贴你自己喜欢士气章。这我觉得是一个外出或者说哪怕你是想要去玩露营什么的比较好用的一套东西，就平时在家里我也会用一些很多小零碎，比如说是一些首饰啊，一些硬盘钥匙啊，或者是有的没的东西，就直接用这个东西装好，不会丢的到处都是。你要找的时候呢，也知道哪个托盘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还是要有这个分类整理的意识，不是说你买了托盘你的东西就不会不见。然后就是我身上的这件 T 恤，他们这里说两款 T，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 T 恤做的比之前要好很多啊，不管是 T 恤整体的版型，然后面料的选择以及细节，比如说是螺纹啊，肩膀缝线这种细节上的考究呢，都比之前 T 恤好穿了很多。那么这一次出了两个图案了，一个手上这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是白 logo， 最后是一个竖着的白色闪电，还有一个就是黑红。我觉得用这个挺低调的正面啊，但背面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图案，看自己怎么选择咯，反正版型都是一样的，穿身效果很舒服。那么上身搭配的样子呢，我再贴到画面上。那么如果你好奇下身搭配的裤子呢，两个裤装都是来自 Noskasim， 也算是比较好朋友的品牌了。Noskasim 2022的春夏 Drop 3， 我觉得这两条裤子是我这个夏天经常穿两条裤子，主要是它够薄，然后它的开领非常好，并且口袋呢也是足够用，东西放进去呢不会乱晃，就一如既往有 Noskasim 非常好的开领。多说一个好玩的东西，他们这次还出了一个这种像攀岩粉袋的小口袋，你可以把它挂在裤腰上当做一个装饰，或者是真的装的东西也行，就是一些好玩的东西。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些感受啊。这次我也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我觉得是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大家可能真的上手感受一下啊，才能明白他们这一次的一些设计上的小巧思或者是用心吧。厚着脸皮要了几个奖品。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后续关注我的动态更新好了，就不在影片里细说了。审核人员留意没有在影片里抽奖的意思。OK， 那么关于他们这次更新，我就大概先讲这么多，可能不是百分百完善的一次表述啊。如果你有一些别的问题是我没有讲到的话呢，欢迎你私信或者是评论或者在弹幕都可以，大家再过来讨论就好了。那么今天影片大概就先这样子吧，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再点一下订阅呢。我是 Rock， 我们下次见吧。